各位学长，也感谢各位学长袍哥们，在这么大热天艰困着两天成抗之后，还来声援我们，避免受到政治迫害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跟温暖。中华民国的军人就是不会在战场上抛弃袍哥，感谢各位，请各位先休息。做假改革、真斗争，罔顾宪法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，这个是我们所不允许的，对不对？